心心念念的护士被搭讪。干啥？干啥呢？这是？干啥跟你有关系啊？他是不是要联系方式？嗯，要联系方式吧，哥们儿。嗯。你这么要脸，你得分先来后到吧？不是，是先来后到。你给他了吗？没有。你看啊，哥们儿，你得这样。你要联系方式，你不能空手是吧？你得像我似的，你得有个礼物。来，你拿吧，拿吧。啊，对，你把这个礼物吧，完了到时候你就送给他。啊，咋回事呢？他吧，他是我小妈。完了，你俩在一起吧，你就是我后爸。完了，你俩咱仨就给一起快乐的生活，是不是？你快送给他吧。不是，哥们，你有毛病吧？你咋不加了？不加了。这人真有意思。不是，你刚才管我叫啥？啊？你管我叫啥？我叫啥？快上班！管我叫啥？啥叫啥？上班迟到。